本地感染個案共有5827宗，有163宗的輸入性個案，新增了17宗的死亡個案，7間的院舍是有新增的個案，包括了有5間的安老院舍涉及5名的院友，2間的殘疾人士院舍也都是涉及一共有2名院友，這7間院舍呢總共是有28名的院友呢是 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接受檢疫的。在學校方面呢，一共是有746宗個案，18間學校呢是有個別的班級是有一些聚集性的情況，我們都建議了相關的班別是停課。在疫情方面呢，我們都比較清晰見得到呢，疫情是真的穩步向下的，自9月8日以來呢，這個數字即是7天移動平均數字呢是逐步下跌的，那都持續了接近2個星期，所以我們即是現在都可以是比較清晰知道呢，可能高峰已經過了，那個疫情開始回穩，現在都是一個我們會見到是疫情開始穩定的時間，那都是一個黃金的機會，那如果未完成接種的人士，包括尤其是一老一幼，就要把握時間盡快接種，讓社會可以慢慢邁向一個復常。